告别的时刻已到了，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，前方被乌云笼罩了，心中的拉扯困守在地后，一个月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，愿你不再被伤透，别再带着泪入睡，去去想象的世界，答案不一定绝对，伤口因为爱穿裂，让我们的痛不停歇。求生的力量来自沉默，战胜可敬的对手，坚持信念是我的所有，抵达心中的辽阔，绳索的光芒指引方向，哦，跨越了浩劫，曙光渐亮，哦。淡淡的白色光晕，而且带着一股泥香。是木牙精，在场的人恐怕都有自己的算盘，这一场木牙精的争夺战已不可避免。死人，这笔血债我们叶凡博士不会忘记的。妖娆，通知叶兽以及其他武兵巡查使，叫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里来。霸道的念力兵器，不过仅仅是刚才那样的攻势，似乎还不足以杀死突破后的李妖。你的念力兵器应该有独特的攻击模式，我还在利用其他长老来窥看和分析我遁天锁的秘密。战神宫第四元了，真是老奸巨猾。你们继续。巡查使不会只有这么点能耐
追。这就是你杀死屠伯后李耀的隐藏招式，果然很强，但是啊，罗峰，你不是很能跑吗？这次看你还怎么跑。这个伊斯特还藏了帮手，而且偏偏是跟我结过仇的法尔。亚美利加冰雪大帝面前，谁敢造次？都给我让开！穆罕德森。我疯了！等一下，莫汉德森，我们联手，穆雅金我们平分。啊！我听说你跟罗峰交过手，他的钻山锥我刚刚也见识过了，即使是黑神套装，也未必能完全防御。但如果是多人联手，钻山锥必然顾此失彼，我们就有机会拿下他。才一个照面就分析出了钻山锥的不足，这个伊斯特真是精明而狡猾。没进之前早为上进。走！
野兽，红的第三位青卫。这位就是野兽，据说连馆主都承认，在百米近身战斗中，野兽的实力之强，整个地球都无人能出其右。真下血本，三大亲卫都到齐了。极限武馆不会抛弃任何一名成员。我还怕了你们不成？红不在。来多少人都没用。这八颗木牙精我要定了。放弃木牙精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冷静，现在这阵仗可以说是亚美利加和欧罗巴两国一起对付韩夏国，印凡那边立场还不明确，要是他们肯帮忙，恐怕误导的木牙精就没韩夏国的份儿了。对面人多势众，如果现在开战会非常艰难，必须尽快突围。国风，精神念识的进攻手段并不仅限于控制自身武器。可惜你漏算了一把。不好，好吧，就是现在，别让他靠近木牙精。就算能接近木牙精，面对围攻也没法带走。如果都想得到，不如都得不到。这边四颗向南，三颗向北，一颗向东。我疯！我疯！极限武馆去找木牙精了，我们分头去追。等等，罗峰恐怕是想借此分散我们的战力，再逐个击破。我们得多人一组，避免落单。雷查尔联盟走北边追赶妖人，欧罗巴走东边追赶野兽，而木牙精数量最多的南边由亚美利加负责，恐怕是因为没人敢跟莫罕德森争吧。他们分成三组抱团行动，无法逐个击破，而且还不知道伊斯特的行踪。最好分开他们，如果不能，至少要做到快速减员。冰山大哥，我们方向一样，不如一起对付亚美利加。
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？扫描屏幕前的二维码，关注吞噬星空官方微信，这里有很多精美壁纸，还有你不知道的独家官方爆料，这点小事你都不帮我吗？赶快来扫码关注吧。收藏加关注，追番不迷路。当城市被笼罩在一片灰色，只有血液昭示生命还炙热，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，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定格。我用火焰招待天外的来客，趁着陨石还在和大气拉扯，涅槃就在下一刻。用血肉用信念永远都不陨落，在这硝烟，在这废墟，就算倒下也不退缩。要看我冲破苍穹，让宇宙听见怒吼，咆哮着，哦，挣扎着，哦，烈火把夜空染红，吞噬掉整片。你的冰冻能力和我操纵冰雪的能力比起来，不过是烈火般而已。你早就察觉到了，却对此置之不理。而我的名号是狮子王。不可，有战便战。我的力量比你强得多。这是我替马哈逃的债。